在店门口摆放一整排的炮竹，彩券行放炮庆祝中大奖，鞭炮声响彻云霄。原来有幸运儿在十五号这天独得2.7亿。气氛之情全写在脸上，附近住户也到店里沾沾喜气，因为真的不容易。不过业者透露，也要感谢大家妈祖带来的好运。对啦，大家妈回来都富裕啦。威力彩终结13连杠，由台中大甲这家彩券行一注独得。店家代理人也出面表示，他在大甲妈祖回銮当天到了镇澜宫祈求，希望能够让店里中奖，没想到真的有如神助。昨天呢，大甲妈祖回来回銮，我诚心的去跟他祈求，希望我们日南来就发能够开出头奖。果不其然，今天就开出了威力2.7亿的头奖。实在是真的太棒了！大甲妈9天8夜的绕境行程，在15号凌晨回銮顺利圆满结束。业者去土地公拜拜，刚好碰上一只猫咪，没想到他一路跟着回店里，久久没有离开，认为他是一只招财猫。果不其然，真的中奖。前几天我去我们店隔壁的土地公拜拜，拜完后有一只猫咪跟着我回来，这3、4天都在我们店里面，直到今天都还在。我就觉得它是一只招财猫。店家开出威力彩头奖，刚好又跟妈祖回銮同一天，种种巧合也让大甲妈祖绕境之旅增添话题性。经纪人邱彦玲采访报道。立刻下载镜新闻 APP，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，尽善尽美，尽好新闻。